原本希望做好防守嘛，可以让对方得97分，所以防守端上面其实还是不是做得很好，尤其在篮板球的保护，因为对方今天也是上三大，那其中 Holyfield 跟DD 两个是很喜欢下滑的中锋，那克拉就是外线能力非常好，所以其实我们在防守设定上面守他们也陷入一些抉择。那好在我们今天进攻端上面打得比较流畅，没有跟昨天一样就慢下来攻。不管哪一个控球上去都很愿意把球往前送，然后让我们的整个快攻的跑动能够跑起来，所以进攻得分上面可以去弥补今天防守上面守不好的地方，然后又赖廷恩今天好表现，那四次的助攻嘛，然后七次的超解替补上去，然后能够帮助球队稳住，然后同时能够赢球，谢谢。就是像教练说的吧，那我们就是上去做好防守，然后转换快攻，把球队的进攻速度打快，然后就是能够在昨天的失败中，然后继续的去改进。对，近期状况也没有特别好，因为上一次他是受伤嘛，被大 B 打受伤，就大 B 那一场球受伤，他扭伤也休了一段时间，所以昨天的比赛其实上去看他跑动，打了几分钟就非常的喘，然后也比较不敢去做切入，因为可能脚步的人。其实他跟凯杰这礼拜练球的时候，有点在评估他们两个可不可以上。那可是我们的确很缺控球，那廷恩觉得说他可以试试看，所以昨天上去的时间其实他就是着重在三分线外面。那昨天可能有点跑开了吧，觉得也是 OK 的，所以今天在防守端上也帮我们做出更多的贡献。因为廷恩本来就是一个从大学时期观察他，就是非常会一对一去抄对持球者运球去抄球的一个球员。那脑筋也非常灵活，可是他更要去学习的就是不能收球以后再去找助攻，就自己要在进攻当中去找到队友，这是我们球队最控球员最欠缺的。因为其实我们球队只有他一个是一号球员出身，其他所有从 TJ 到中线到过于全部都是二号球员要去转一号，所以廷恩这一点就是必须要自己要进步，然后也要能够更帮助到球队。那使用方式就是他已经算是老大哥了，那再加两个小朋友，他很多时间在陪小孩玩，所以他体能很差，我只能把他从替补放弃，所以这他自己大概也知道。今天就是对方三大啊，他们本土也没什么大的伤啊，我们也没办法换啊，因为如果我们只要是一个大的伤，翔军这两场还是碰到一样问题嘛，翔军一上，我们只有一个洋将啊，石波恩也是一样啊，石波恩也是本土嘛，所以变成说他上，我们只剩下对比大，而且。工程师的大是非常的大，他不是像有些球队像国王，不是他的大全部都是210以上，而且很粗。Holyfield、DD 那种等级都非常高的那种，就是我们本土是扛不住的。假设对方是200的、205的，我本土我还敢让翔军那么上？那我们今天状况就是石伯恩跟翔军基本上真的上不去。不过我相信啊，下礼拜。我们那个小杨将，我们希望他体能能够回来的时候，我今天刚赛后开会有跟球队的球员讲，所以我们最近麦克不在，所以我们中锋上的时间的确受到压缩。那下礼拜开始启用小杨将，中锋必须要担当更大的一些责任。然后我们应该讲说像廷恩他们这些锋线球员上场时间势必又会受到压缩，所以大家要有一个心理准备，然后要好的化学反应。他其实就是跟廷恩一样，就是年前的比赛都没打，就回来的时候，其实这礼拜的训练我们就比较保护他们，就是看着你们到底可不可以，然后有些时候换上去，有些时候换下来，他们自己会去做一些回馈。那翔军的部分，因为第一个也是因为对方上三大嘛，我们现在目前只有三大，不是对方，是我们自己上三大，所以翔军一定会受到压缩。第二就是他的伤跟廷恩，包含凯杰刚回来，我们就是比较在使用上面会比较害怕。那更别说中线这礼拜根本还不敢让他上，因为他自己也不敢。那也是目标是放在27号那场比赛。